我们不是所有专家都说在婚姻中里面要学习互相尊重吗？对。那请问这件事情尊重在哪里？没有，女方没有尊重。我也没有看别的男生啊，那他就是要尊重我，不要看别的女生。你有，我看 NBA 的时候，你都说 Kobe 很帅，这个也是一种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他们越吵架，你就觉得他们是放闪还是怎样？球员不是都长差不多吗？对，我觉得都差不多。他说黑人都差不多，剃光头。那个韩国那个女子天团也都差不多，没有，都长得一样，都长得一样，都同一个医生，但是脸长得不一样。韩国天团，因为我没有看啊，所以他要尊重我，他也不可以看别人啊，不对啊，所谓的尊重是。你不看他没有强迫你看，这个叫尊重啊。然后他要看，你不能强迫他不看，这才叫尊重啊。不是你不看，所以他也不能看，这个叫尊重啊。我是鬼打墙了吗？妨碍自由了，妨碍自由了。我跟你讲清楚了吗？所谓的尊重是你不看，我就不强迫你看。同样的，我要看，你也不能阻止我看，这才是尊重啊。不然尊重怎么写？他们不会写字典里面没有吧？字典里面没有，对，知恩尊。我们今天是母老虎这一集，所以有点搭嘎。我真的觉得人世间是绝配耶，是控制吧？对啊，所以他们两个就搭了。等我之后，我之后我们一起在看电视，在客厅啊，我就会故意转给他看。那你为什么要故意？然后我就很生气，他就很爽，好奇怪的人哦。对。然后看他生气，我就很高兴。不尊重，看他生气，我就很高兴。他们两个好辛苦，他们俩好搭哦。我觉得就这样子吧。没问题。我们多事了，多想了，多虑了。好了好了，反正老婆腿很就很漂亮，就好好看。谢谢谢谢。对呀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在看的双方夫妻你来我往之后，只能说真是一番激烈的论战呐。不过夫妻的相处之道，互相尊重。还是十分重要的。然而当老公惹太太生气之后，又该怎么安抚对方呢？什么时候突然觉得送包包威力很大？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。就只知道啊，女生喜欢包包，女生喜欢包包。但我觉得不是每个女生都一样的，都一样。那这个有一次我记得我是要补送她母亲节还是生日礼物，对，我是补送的。然后我第一次买 Chanel 给你啊，那一次母亲节哦，不送母亲节礼物，然后我就拿回去了，拿回去，因为我家是那个这个地下室上来的，对，从地下室上来嘛，地下上来我就拿着一个那个 Chanel 的那个大纸袋，好，里面还有个盒子这样子，我就拿上来，他一看到那个纸袋啊，本来是摊在那个沙发上的，他是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这样，然后抱着我，然后把那个包包拿着一直抱着，太开心，太开心，我看到都傻了，我说威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包包对女孩子的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威力有这么大。之后我才知道哦，要送包包，生气就来个包就搞定。对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要一个包包。没有，好不好，所以他真是期待你发生一个事情。没有，没有。呸！我发生什么事？不是，可能就这乐他不开心的事。对，只要犯个错，现在也不会送了啊？真的吗？对。怎么会不会送呢？上一次送包包什么时候？两年前，一年多前吧。对，等于是2013年底啦，离现在一年多了。一年多了。而且老公那次为什么会送？那一次其实那一次之前呢，我们算是一个低潮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算是有低潮，其实我们两个都不喜欢这样子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就变好了，后来变好了以后，我觉得我要送他一个东西，对，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包。那我还请找他的朋友去打听，因为那个现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，要有管道才买得到的。哇。那我们还是有力人士哦，对，去找到管道啊 ，H 牌啊 ，H 牌，对，有力人士，这还蛮感动的。然后找到了，然后也买了给他，他是很开心这样子。然后他拜托那个姐姐，那个姐姐还是特别从香港自己手扛着这样带回来给我。这样这个包包可以撑个一年多的那个 feel OK 吧？你看又生了一个吗？每次送包就有一个了。你是生哪一个？他生第三胎的时候，就在那个产房说要生之前还是生之后，老公我要一个劳力士，我要一只表这样子。老公说好，就生完的时候马上表就送。我是我那时候生完了吧，生完了我就问他 ，baby 你真是太辛苦了。你真是太辛苦了，什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想要一只劳力士，还蛮直接的 ，OK， 蛮好的，很傻眼的啊。
我跟你讲话是很感性的嘛，怎么来了一个这个庸俗的东西？而且旁边护士还在处理 baby， 你知道吗？才刚生完哦，脐带还没剪吧？剪完了。秀琴要怎么安慰？其实怎么哄？其实他喜欢贴心的人，就贴心的男孩子这样子。那所以他如果真的有争执的时候，我觉得啊。你送花过去，我觉得摆在那边，他也是一样，也是会很冷静，然后在那边要等到时间过的时候，他才会恢复。那不如他最快的方式，这十几年来我观察到，就是直接就是跟他用肢体上的接触，扑倒，可以示范一下，可以示范一下，不是吵架的话，吵架，而且要有暴力的吵架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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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真的，你们现在在吵架，没有没有，他说你要再过来喽，你过来我就走喽。停，好，那之后你已经安静了，我不想跟你讲话，他不想跟我讲话，我不想讲话，那我他就在床上睡觉，就是我们没有，就是我就过去了，我不想讲话，我就坐下，哎呀妈妈，不要这样啦，他就一直不要讲，你要把我扑倒啊，扑倒，我讲我真实故事，你刚刚扑什么倒了，你扑倒，像亲近农场扑倒，他就那他如果过来，他背对着我，他背对着我不理，然后他我说妈妈，他就拨手，拨手嘛，对，拨手，那拨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哎呦，然后一直给他，一直给他闹，然后一直给他，你要递啊，哎，那他就笑起来了，没有，他都摸我，我胸部，你胸部我不能摸吗？谁要摸呢？谁？谁要摸鸟？七哥，对不对？你要摸吗？这个邀请，哎，你们两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真的了，我是说他是喜欢就是这种接，你们夫妻好，肢体上的接触这样子，哪有？他私底下跟我说他喜欢你暴力的壁咚，暴力的壁咚，就亲近农场的意思，没有啦，是真的，因为我发觉到这十年来，就是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他就会很开心，他觉得，因为我都，因为我是怎么样的人，你知道，我就是冷战。用雷的人没有，我是冷战，他不喜欢我，就是不讲话，然后冷战，我冷战可以一个星期不讲话，他会很痛苦，那所以我就改变我自己啊，跑去找他这样啊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对了，没有，你知道我们有 OK 了，我们那时候吵架吵很凶，在亲近哦，我们就反正就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去亲近农场，反正我就一直想要下车，然后生气什么，就到房间，我们吵得很夸张哦，他竟然。就帮我扑，就帮我推倒，说妈妈我要，这是谁啊？好奇怪，这么急哦，这么急，吵架太急，所以吵架都是前面那一段就怎么吵到吵到吵到这种当做 ending 的，所以你看有没有效果？有，就那次有没有比较嗨？有，还有就成功哦哦好啊，没有拒绝，终于有被扑倒了，那种感觉。就明明那个火还在上面，然后转换成浴火。我说好，你要打我是不是？讲得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威力哦，真的。怀孕了，怀孕了，慌乱，慌乱。真的啦，这是有效的，这是非常好的效果。吵架跟他吵，所以十几年，我觉得奉劝真的不要冷战，有话就讲。对啊，真的就直接战，直接战，对啊，战无不胜。那一生气你怎么办？扑倒。没有，我真的是史上最好哄的老婆，她只要跟我讲三个字就好了。是吗？你走开。不是，你走开。对啊，你都是地雷。三个字没事啦。三个字不是。秀秀啦。我减肥。秀秀啦。秀秀啦。她也不用真的拍到我，她只要跟我说秀秀啦，我就好了。没有，因为好处是因为依依她其实她的脾气是快。来得快，去得也很快，比较好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有一次跟他，我好想哭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觉得我人好好，怎么又想哭了？现在是什么点？我觉得我人生好了。好，秀秀了，秀秀了。生完小孩会容易想哭吗？秀秀啊，秀秀啊，快点来，秀秀。老婆哪里找？秀秀，他没有嫌你啊，他没有。怎么了？他很凶，他常常都比我凶，然后我只是要他讲秀秀啦三个字而已。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。今天晚上给我扑倒。你就扑扑参瞧一下他们。来来来来，改天你到我店来，我来传授几招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对，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。希望他换一点方法，你可以有点开心。没有，我真的有时候这真的，只要他讲秀秀啦，我没有让他只要态度低头和缓，我就好了，我就只对他有这样子的期望而已啊。好啦，依依秀秀啦，看到你流泪的样子，相信 Stanley 也是会很舍不得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特别单元，老公的免死金牌，人夫写下内心的愿望，并由太太们审核是否达成。我们今天最后呢，还有一个这个老公的免死金牌，就是说老公都这样还有免死金牌，对，你们有选择权，就是老公有一些愿望，他们写在他免死金牌上，还有愿望，如果是我们吧，是是，如果你们觉得还是可以愿意说帮老公实现的愿望，就好好把这收下来，如果不愿意，你可以现场把这个牌子拆坏，折断好不好？撕掉。究竟他们都写了些什么愿望呢？这个
写那么多。来，他希望他可以继续接演舞台剧，嗯，然后请你把你的东西收好。他不是说丢掉，丢掉，丢掉，擦擦擦。曲哥，你对这两点还有什么要说明的吗？没有，我都是用这个恳求的，对，恳求的。哇，看得出我可以演舞台剧吗？你可以把你东西收好吗？这个我想说你自己交给他好，我怕被伤到啊。来，我这两点小小的意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要实在哦，真的不能接受就撕掉就好了。真的，我们没差。真的哈，真的哈，真的真的，对，我们真来真的哈，来，我决定啊 ，Micky， 拿不到，不能接受，为什么？是哪一个不能接受？哪一还是二？舞台剧不能接受还是一？哦，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准备要搬家了，我会大清楚，我会大清重新整理。但你不让他演舞台剧了？不是不让他演，而是我觉得是在那种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小孩了，对，我觉得是在经济状况能力范围之内让他去玩去充电的状况，我可以接受，而不是把他当作是一个职业。可是曲哥舞台剧我去看，演得很棒，很好看的一个舞台剧。但是你知道舞台剧要花太多时间，而且他负责一个人要带四个小孩，真的会不累。然后而且我又没有他那么会赚钱，所以我会很辛苦。哦哦，好吧，也是经济上被拒绝，被拒绝，请回座。这个就算了，因为真的是当做没 out， 不要再讲下去了。说过是，你自己说明一下自己。那我这样的话，哎，帮我烧掉好不好？这没有，这没办法实现了嘛。你公布一下是什么吧，你讲一下。哇，买重机有点难。跟就是不要给我太多的意见，不要有太多的意见的，不是给我了。拿过去，怎么可能会过？你发疯？吃掉？你是今天没吃药是不是？不是。对啊。拿着的。最远哥，推倒就会过。到底是扑倒？你在讲什么？壁咚。喂，好了，不要了，不用跨上去。这我还要多说什么吗？什么？那我要 Michael 回去吗？还是我用啃掉的，用撕的？哎呦，拜托了，这是我跟你求很多次了呢。啊，还是不接受？我的妈！啊 ，Let it go。好气 ，OK， 自己回来剪。侯一奇，那就自己赚自己买了。老婆，你真的太辛苦了，我自己撕掉。看一下，哎，说不定有机会啊。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有机会看一下？好不好？有机会啊，我人这么好，老婆没有那么凶啦。她是最好的老婆嘞，这么凶啦。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跟她讲。对啊，你可以讲一下嘛。你大吵架的时候不要。讲离婚哦，我没有讲离婚啦，就讲签字吗？没有，分手没有啦，分手没有，不要一直什么，一直碎念，这个很难。所以哪一个你都做不到嘛？你可以做到，不要做那么夸张的事情，我就可以不要念你。就是你要先做到，我才能做到。开始，是不是算你有自知之明？把撕一撕。已经撕了，对，撕了，麻烦撕。他是有，好了，有丢了，我帮你丢了，没有用了。再见。对，今天真正的母老虎后面也是，真的是。你有 Kim， 你有需要什么申请什么？你有需要什么吗？你申请什么应该会过。不要只能申请保外就医吗？讲讲看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讲讲看。哎，就希望就是可以有多一点自己的时间，跟朋友出去玩一下这样子。哦，那别说了，交空间了。讲讲就好了。袁姐帮我回答了，不用说了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要变母老虎。